从现在开始计时300秒，家里看到的钱都是你的，总共有120。睡觉哎。三，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大家看高高的地方。四七。哎呦哎呦。有吗？哇、哦！现在大概比10张，现在拿到几张？106。好，那这106张就是你的。30秒8000哦，一万四，一万四，不留念这里了，一万五，一万六，两万，两万三，两万四哦，两万五，我们这个速度可以哦，大家看高高的地方，四七，哎呦哎呦，你找最大点，二一，二二，二三，就是，会有吗？哦，现在比10张，七八，七九，三分四十。中字有黄金屋，这个人读书是不打开的哎、欸。到了，现在拿到几张？106。好，那这106张就是你的。为什么好？因为这是你的后阳台装潢费用。噔噔噔。三厘米。哭了。你要哭吗？啊？你要哭？啊！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啊！你干嘛？好啦，手机拿好，不要摔倒了。我在。他现在。你在购物车看到这一只，我就把它删掉了。我就把它删掉了。什么？为什么气啊？三厘米，不是哎、欸，没有开封过，这是三厘米吗？你觉得？你看一下后面解释是什么？你看到了，15步了。你要哭吗？啊！你要哭？啊！不要哭，不要哭！啊！你不要哭！啊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不用摆哦。哦，你干嘛开心成这样子？哦。你干嘛？买都买了。哦。好了，好了。好了，手机拿好，要摔倒了。